准备好在战场上厮杀了吗？快来加入战车世界，各种战车等着你来操纵。车库更新中，看我的车车，车车很牛逼的好不好？你好，请问是蹦蛙天才企划师亚统吗？他声音太小，我已经拉到最大了。有加你好友了。这个游戏的机动性感觉不是那么的重要哎，我觉得跑得慢好像没差，火力比较重要哎。可以贯穿最重要吧？就是火力啊。可以，已经准备好了，排到，我根本是战车之神啊！哎，我有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常常输啊？理论上，这种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种15-15的。有一两个在划水没什么关系啊，但是我们常输啊，因为不够团结啊，两三台车同时打一台，它很快就爆了，要一起打。那你想走左路还是右路呢？我觉得直接切他中路。不行啊，中路那个太开阔了，一下就爆了。那我走左边好了，有个拖飘。哦，你好快哦，是 TP 好快哦。你是哦，你走左边那台是不是？对，我走左边，小小的、啊，没人可以发现。欸，挡路啊！怎么啦？我他妈的已经要爆啦！不走左路吗？左路没人啊，你走错路了吧？路痴是不是啊？左边啊，左边没人啊。啊！怎么爆炸了？好痛哦！好痛哦、什么到底什么游戏？哇！我都没看，为什么我死了、啊？被集火了，就说要走一起，真的是被集火。我看对面会玩呢、欸，队友感觉蛮会躲的，他们都找掩蔽，我错就、完了，才刚讲完就一个人在我面前被炸飞了，完了，这人被狙击了，瞄他，小兄弟，给我好猛 ，one tap， 我 one tap 啦，我们剩5台车，然后。两个在那边龟，那没龟什么？这感觉要打很慢，这要打很龟。对啊，就是慢慢来啊！我打一发我就躲起来，然后换你打一发，然后两边一直拉枪线就对了。看来我们要打慢的，完了剩3只，这个人要炸了、啊，剩1台啊！完了，牙控这喷他，不是啊，我先死了，我还喷他，自讨苦吃哦！我他妈就先死了那一个，我们可能要先研发一下车车啊，不然我会打慢一点，我们打慢一点。改分类，哎、欸，帮我改一下分类。我分类有没有改啊？哎、欸，帮我改一下分类。Do you hear me？ 有就讲有，不要这样啦。哈哈哈！别那么凶啦。要怎么升级成二阶？炮管二阶就是二阶车了，是不是？研发嘛，直接买。我要跟着队友走啊，找一台最大台躲在他后面。感觉跟着队友走就好，像是我们3台集火一个人应该就赢了。我要跟着这个大哥走，冲啊，跑卡丁车！来，我不要再往前了，我觉得这些真的遇到敌人了。鬼瞄，感觉要一直探点，要一直闪身探点。我队友标点了，不要急，慢慢打，先把子弹消个几发。他们也在慢慢打，大家都很慢。瞄到了，他完了。哎、欸，我操！他，啊！他好猛哦，躲在这个缝。怎么射不到他、啊？他这射到，别打我！谁呀？啊！你们怎么都死光？你们不帮我看一下旁边人射我、啊？他死了。看不了啊，被包夹啦！对面比我们更团结，他们都3个人走一起，直接被集火。
要输啦！你看左路那边都三台车直接走一起，怎么打？知道我射到一枪啦，你刚不一枪都没中啊？有啦，有打一枪啊，我被集火啊！他们都超远的，他们是有在吃够把揪的药是不是？眼睛这么好，我都看不到。我们是不是要输了？又只剩他了，又剩一台啦。这个人是酒驾是不是？这人喝酒完了，他酒驾吧？在玩战车世界还是在玩碰碰车啊？你在干嘛啦？他还跳街舞啊？等他一下 ，breaking， 他是不是起来啊？他是不是起来了？完了，他车坏了，他直接离开哦，没有被占地了，不行欸，我觉得这个要有点策略，科技术哦，看到了。完了，这个什么？这个图这么空旷？对，我前面这是桶神吗？他那游戏没办法打屁股的吗？可以啊，要很会绕啊。这张图不是啊，我就已经尽了努力绕了，可是他们好像就是很容易被发现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就是你车太大台，可能是你体重。算了，还是拼枪法好了。我们就站在中间，然后就不要动，就等对方过来死。等对方过来死。那就在家里等那个他们来站点的时候再打、啊。没有，家里那个地形比较不好，我们站中间这里高一点的地方。反正我现在就是先找人啦，我现在要打很龟啊，我发现打残局好像比较不容易死啊。渗透，嘿嘿，瞧一下位置，瞧一下位置。啊，没打到！完了，我要往下一点才能打到他。怎么？哎呦！怎么啦？叫那么大声？不是啊，干我那个！我只能前前后后啦。完了。然后那个队友来，我跟你讲。哦，队友在火力支援呢。完了，我上面有一台。对，没看到我，没看到我。完了，竟然没射到他。为什么没射到他？我队很准呢。我发现队友都站很后面呢。他们是打、欸……完了，这个人要被龟死了吗？他有看到吗？完了，他也是致命空枪。他们都打一种让人家来我们家找我们那种战术。不是啊，一开始抢的点抢的不错啊。他们是也躲在树后面，别人看不到他是不是？有啊、哦，有机会赢哦，3-2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他们可以两个人先攻这一台。哎呦，我操，他好痛！这台还在这边逛，这还是逛街型玩家是不是？他好像看到人哦，射他，我都看到了，射啊！要死了！哇，射死了！我还以为他是来郊游的。喂 ，Win， 太神啦、啊！残局大师。好啦，那冠贤，今天谢谢你啦。不客气，能跟我们捧蛙超级企划师一起玩，是我的荣幸啊！能跟我们捧蛙超级企划师玩，是我的荣幸啊！大荣幸。好啦，那我现在要去睡觉了，因为我今天真的太累了。好，晚安，下次有机会再一起玩《战车世界》，这游戏太好玩，还不错玩啊，只是，我觉得挑一台自己适合自己的车比较重要。我再说一次，想体验各种战车吗？想跟队友在战场上奋斗吗？赶快来加入《战车世界》，各式各样的战车等着你来操纵。